极端天气，小清水患，淹水新救星，台湾制造，真的很快速哎！里面还有一个逆止阀，不会逆流回去，台湾有专利。创新产业趋势，凤浦的制程更有脑。自动化变成智能化，有头脑。顶楼的伟大隐藏者，MIT 凤浦传奇，周六晚间10:56，T观点。